Hello， 大家好，咁今日翻到嚟继续玩下呢一个嘅植物大战僵尸啊，玩一玩呢个植物大战僵尸呢个角色啊，呢个角色就系叫做聪明头脑、超级头脑啊，咁啊玩啊俾大家睇啦，呢一套装都几靓，我觉得啊，已经有怪兽啦，已经有怪物喺嗰度追击我哋啦，即刻车个大嘅龟波去攻过先，好似唔系好多人啊，咦唔系好多人喎。 一隻車過去啦，即刻歪咗炮啊！唔緊要，哇，俾人打，次次一定係我太有型，所以俾人打。走一走先，冇諗咁多，呢啲唔係我出場嘅時候啊！啊 ，OK， 一隻打爆佢。上面有人啊？ 其实呢一只咧比较难，其实都唔算话难玩嘅。不过咧，如果你唔小心啊，好容易会死嘅。啊，譬如咁样咧，呢个时候咧，呢只呢条友咧玩偷袭嘅，最主要系玩。呀，是啊，靓波啊呢下，转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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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靓波啊呢下，走一走先，各位。好，等机会过。诶，佢放咗侦察。 唔紧要啊，惊咩啊？侦察啊，过嚟啊！侦察，侦察，侦察，俾人执咗计，唔紧要。哇！射我，即刻匿埋喺度先，各位。见到对面有人啦，唔紧要，一只龟波车过去啦，靓波啊你啊，好。 走啊！唔够血啦，记得得67血咋 ？OK， 黐佢啦，再打落去，再打，再打，好。呢只嘢其实都还好嘅，即系作为佢近战嚟讲，呢只系几出色嘅。啊，远攻就冇咩特别啦，远攻就渣渣地叫做。居然想用嘅，吔屎啊！ 一招啦 ，OK。好，一招啦，佢，即系咁狂杀啊！呢只其实几好嘅，好就好在咧，佢E技，即系呢头先咧出龟波嗰下咧，好大机会打死人。基本上中咗嘅话，如果你唔系啲高血量嘅怪嘅话，其实基本上都死紧嘅。啊，嗱，中咗下头先，好。 咁啊，然之后呢一下就叫打80啦，最大嘅拳头就打80。有个怪啊，有啦，即刻有啦。我走啊，走啊！居然用，居然喷火，搞掂啦！我唔快，玩咗一阵啫。OK 啊，俾大家见识到呢个聪明头脑、超级脑袋嘅实力啊，其实几劲嘅真系。 作为近战嚟讲，佢系即系喺怪物嗰边，怪物队嗰边咧，呢只近战系最强嘅，最强嘅我觉得。而其余嘅近战应该冇咩特别劲啦。而对方咧，头先见到有只喷火啦，呢只就系植物队嘅喷火，就系近战啦。OK， 应该冇我份噶啦，因为啱啱入场，9个已经系顶尖歼灭者啦。通常十零个起跳啦，9嘅话就比较少咯。 不过都可能对面冇，即系植物嗰边冇攻得好犀利啦。OK， 啊，我啱啱入咗一阵已经打7个啦。OK， 系啦，咁啊睇下有冇机会玩多次呢一个嘅超级脑袋俾大家睇啦。可能系人数方面，同埋我哋有2个9咧，9咧就系满 level 啦。啊，9咧都几犀利，我而家先得个4咧。 玩到9咧，其实都真系要玩好耐咯，要玩好耐。睇下可唔可以玩埋玩多次僵尸先？可以啊，咁啊玩多次超级脑袋。超级脑袋几靓仔嘅，我觉得。对面2个9咧。OK， 其实最弱智嘅就系咧，其实佢嗰啲人，佢嗰啲队伍咧唔攻唔平均啊，嗰啲人数。如果唔平均嘅话咧，其实好蚀嘅。譬如打咧6。 6个打8个咁样，其实多2个已经好辛苦，唔系好合理呢度。好，系啊，呢一个咧有个盾开，但个盾其实都系废嘅，真心个盾都系废嘅，都系冇乜作用我觉得。佢喺呢度出嚟啦
或者系呢个门口咯，系啦，佢有三个门口嘅呢架，依家有三个门口，开定几打啦呢度，有嘢出嚟啦，见到呢度都有机会有嘢出嘅，其实真系，我俾人肥咗炮，匿埋一边先。既然个私人奖选择追击嘅话，我匿埋一边先，佢有机会会过嚟呢边嘅，佢一过嚟我即刻打佢。啊！见到有条乸仔，见到啦，嗰条乸仔，哇哦，俾人见到，争啲打爆佢。好烦啊！只忍者咁烦住晒。其实佢嗰个位系最屈机，因为企喺新手基地度咧，佢好快就可以翻翻去回血。我呢啲就唔系好划算啦，其他我又要喺度慢慢回血。有冇人射我啊 ？OK， 过得去啦。喺边啊？走啊！有人追住我啦，我听到佢食人花咯，搞事。睇唔到喎，边度有怪？黐线，劲难睇，边度有怪？好，不过都系嗰句啦，因为对面有两个狗咧，其实都有啲难打。两个狗咧，喂，已经死咗啦，咁快，会唔会快得滞啊，兄弟？今场我净系玩超级脑袋啦，死啦佢，冇人死居然。走，一拳打爆你，走啦喂！听到食人花声啦，哇就死啦，顶啊，争啲死，哇就死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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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死啦！唉，睇下有人帮我回血，差唔多要开技嘅啦呢度，其实开定技咧。一出嚟就爆死佢，哎唔啱位咁低能，有啲小问题啦。喺呢个位企定定等你哋，喺呢个位等就差唔多啦。啊，呢个位一嚟我即刻就踩过去，啊唔系应该放定精灵球，放定呢、這个放定波先，应该差唔多到啦。咁都打错？转佢，转佢，转佢，砸落去，靓波啦呢下，我走啊，顶个粟米，个粟米啊，佢啱啱放嗰个粟米壳炸弹啊，紧要啊，突然之间好光，曝光，好啦。唔快死咗，点解后面嗰啲人肯定系俾追击手射死啦？呢度差唔多要出去啦，各位出去，抌都打唔死，系咪黐孖筋噶？认真咁都打唔死喎，认真吗？哇，真系点解好似得我一个人咁噶？我基地嗰边，你睇呢个人咁样起喺度起个塔都冇人理佢，你就知道嗰个防守几薄弱咯。我哋嗰方简直系。好容易又轻松走入嚟，走入去人哋嗰个地盤度，哇！仲要俾人打添，俾个追击手搞，小问题啦，也是啊。同我打？
咁都乜搞错啊？认真吗？走啊走啊！咁都俾人，咁都唔使死嘅好嘢。走啊走啊走走走！我咪又中毒啊！低能又中毒啦，系咁求紧血啦，快啲揾医生嚟啊！好，啲防守好薄弱啊，冇办法，好快就死晒，好快就已经俾人占领咗屋企。我需要医生，医生喺边度？呢个系咪医生啊？Oh my god！ 呢个居然唔系医生廿招啊！有啦，见到医生唔系呢个医疗塔照食啦，系头先冇乜血，行到过嚟已经回晒血啦，低能。好，昆虫王者有机会喺呢度入嚟嘅班友，见到啦已经。哦，顶啊，真系啊！好啦，好，先跳过去睇下啦，各位呢度感觉上啦、已经有人占领紧啦，你睇佢哋做紧啲咩？做紧啲咩蠢事？呢班友喺度，你睇呢度有条友企定定喺度，居然唔系打佢。唉，等我又死咗啦，黐线嘅真系，嗯，好啦，我系啲技能唔够劲啦，我因为呢个 game 对手全部都好劲，我啲技能太渣呢只，暂时未有技嘅情况，好难搞，也是啊，匿埋喺呢度先。等下合你先，即刻有啦，即刻有蠢材合你。我记得你啱啱打咗几十拳。哇，点解我变咗羊啊，老友？唉，大嘴咬。嗯，我又爆啦，睇嚟。我咧应该系搞搞嗰个追击手，应该喺左上角啊、那个追击手，理论上啦，睇下系咪左上角先。一只炸落啦，转佢。赢到我咩你？我呢度上面有条友啊，我见到去咗边一条走，想赢我咩？冇咁易。哇！喺度，你睇，企定定喺度冇事啊，仲要唔使死？你话唔使死系啊？转转转转转，哇！咁都打唔死啊，真好麻烦嗰只嘢。其实咧最弱智嘅就系咧，如果对方喺度跳紧嘅话咧，你系点追都打唔中佢嘅，点追都打唔中佢。所以咧度亦都系近战最致命嘅地方。如果你系玩植物嘅话咧，你见到呢只嘢你唔好同佢埋身，你最紧要嘅就系疯狂咁走。一系你有把可以打赢嘅，一系咧你就走啦，系啦。如果唔系，真系冇乜可能打赢呢只嘢。好，哦，我见到佢哋好似喺右手边想过啊。应该系右手面过啊，一嘢即刻车来啦，正常赛。
啊，上出嚟放嘢条友，我记得你打死我几十次啊！就系嗰个头先成日喺屋顶度放塔嗰、那个，吔屎啊！吔屎啊！吔屎啊！疯狂打嘛，你死未？再出嚟啊！吔招啊！喂啊，走一走先。喂，医生，医生救命啊！黐孖筋，冇医生点玩啊，兄弟！医生喺边啊？走走走，正准财啦！我要追踪权嚟啊嘛！走走，喂，你又放落我度，黐线啊！点解个个都系咁瞄住我嚟打啊？好，冇办法啦，劲人系要俾人围殴嘅，通常系啲主力都会俾人围殴，因为一个打唔赢啊，所以就要多几个去殴我。OK， 关噶啦，关噶啦。吔屎啊你！边个射我啊？见到啦，我多花。走？你就咁啊？走？其实好容易有三 D 云啊，玩得多呢只 game。好 ，OK。我听到食银花开始癫啦，佢走咗喎，食银花居然。做乜鬼射我啊，老友？俾下面好喎、啊，打来，哇咁都打唔中。打呢只火真系冇乜胜算，其实。不过最大问题系呢个咁嘅大师玫瑰喺度搞搞震。如果唔系大师玫瑰搞搞震嘅话，搞掂咗啦。佢哋好似唔系好识打喎，嗰个转头。即系算唔算打得慢？你都打得慢，去干扰下佢先。呢个一定要打啦，唔使问。好，一招啦佢。喂，睇唔到佢跳咗去边？呢隻嘢太屈啦佢，因为佢一开咗个招弹跳嗰招技能咧，佢跳得好高，我一定要等佢跌落嚟嗰下先打到。如果唔系咧，我个 mon 完全，因为佢你可以望到嘅范围咧唔系好多，好少嘅啫，所以咧变相咧，变相就好麻烦啊，睇唔到佢嗰个位置喺边。吔屎啊！啊，呢班友仔真系咧，尤其是呢个啊，佢哋成队都系大师嚟嘅，唔系大师嘅就系青鹰嘅。佢哋咪一定要玩呢一只噶？应该要玩下其他噶嘛？听到声，嗰度有声，系啦。吔屎啊！而家又系咁，点打几十个嚟打我一个？好啦，应该输啦，得翻三分钟，得39%。而家要佢守右手边。如果你哋系打植物嘅话咧，打到30几%咧，正常要右手边攻噶啦。吔屎啊！果粒铲，果粒铲，果粒铲，果粒铲。哦，变咗只狼，变咗只羊，黐孖筋呢度四个人喺度，四隻嘢喺度搞事。啊，条友已经开紧炮塔喺度射紧，你睇，我哋嘅队友喺度做紧啲咩？做紧啲咩好东西？睇，已经输啦，已经得翻9%。Oh my god！ 准备GG了。
点解我可以死得咁快，俾人打得？OK， 输咗啦，冇啦。对面太劲啦，啲人个个都大师以上嘅，佢个 level 又唔低嘅，咁就玩完咗啦。我去睇下啦，我应该都上到榜嘅，我嗰个杀数冇理由上唔到啊，系嘛？我杀数行行地都应该廿几只噶，嗯，好啦，睇下咩啦呢个。嗯，应该有喎、啊，头先嗰个咩 magic 嗰个啦，即系头先嗰个打死我两次嗰条友，嗱我企中间，嗱33，而家助攻13，你知道我几强？睇唔到嘅字，跟我来，33最佳啦，基本上我系成队最高嘅，系啦。成队最高，不过你睇下其他得3000几分，你真系我的天啊！点解相差得咁多噶？所以点解输就有原因，斋睇就知啊！好啦，我哋超级脑袋玩完咁多先，之后玩下其他角色俾大家睇啦。OK。